今天分享一道家常菜，酱油泡菜。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腌上一坛子，能吃好几个月。白萝卜去皮切成条，芹菜洗净切成寸段，再搭配点胡萝卜条，青红椒用手掰成小块。我准备的食材是5斤，全部放到盆中，抓上一把盐，上下翻拌均匀，腌制2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咱们泡点花生米，泡好以后放到锅中，水开煮7-8分钟，捞出过凉，控干水分。无油无水的锅中加入1小把花椒，3个八角，小火炒香，加入3斤散装酱油就行，1大勺陈醋，10几块冰糖。将酱油烧开以后关火，自然凉透。咱们把腌好的青菜倒掉盐水，清水中多洗几遍，洗掉盐味儿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一定要攥干水分，然后放入准备好的坛子里，再放上几瓣拍好的大蒜，倒入凉透的酱油，泡上3-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，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，麻烦帮老弟点个双击，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，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，感谢支持。